请两位总召各自发言一下，那其他总召一起来发言。好，我们继续开会。那因为都是原班人马，所以我就不再介绍哈，不要介绍。那大家辛苦了哈，这个希望今天能够有更好的进展。那赶快进行各项纾困的振兴。那今天我看就是大家先谈程序好了哈，先把程序谈清楚。那先请这个各党团啊，您两位上个先讲，哎，董事长说你就直接让好算。院长，各位委员同仁哈，今天已经是第五次的超额协商了哈。让大家各党的理念、各党的政策乃至法案，当中都很清楚啊、市场条文不多了，那已经谈了今天第五次了。那刚才也跟林委托总召也谈过邱显志啊，这个大家讲过，大概已经进入到要处理的程序了哈、因为上礼拜五宴会的时候，对于本案院长做宣示嘛哈。就留在朝野协商，以本次会议中处理嘛，以本次会议就五二嘛，就礼拜二已经当场没有人有异议嘛，那就我先谈程序好了。好，那程序因为明天各党一定要上台发言嘛，包括要不要大体讨论，那几个人啊，没有条文几个人，总共有几个条文啊，那是不是刚才跟林惠州总召也谈过，我们礼拜五请院长来做特别预算的报告以及备询，哦，这一套程序我们过去都谈过，第一次的时候，哦，现在是追加嘛，然后不呼吁复委以后，下礼拜传政委员会那六委员会，啊，连续审查，那招委是应该是赖世宝了，啊，我要给你按照交代信嘛，两天新打一天处理嘛，完毕以后再交给院长。来朝鲜啊，我们赶快把这个啊法案以及预算来通过啊，是不是这样？好，哎，安丢了哈。好，丢。好，当然我们也要尊重啊其他党团了哈。那我们国民党团在这里啊，要表达意见啊，表示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来处理纾困条例哈。那以及之后的特别预算哈，所以我们也同意明天哈来处理这个特别条例的部分哈。那主要要现在要谈的就是说，当然等一下还是尊重其他党团的意见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等一下就可能要针对这个明天处理条例的表决发言。好的相关的程序我们也来谈一下，包括发言的人次啦哈，人次哈，各党代表发言的人次。这第一点我是希望说按照惯例哈，表决的时候由小党的提案先行表决啦，好，这是第一点，希望是如此处理。那另外就是发言的人次哈，那等一下大家讨论一下，好，是大体讨论，好，还有逐条，好，还有这个三读之后，哦，好像也有发言，啊，三读之后是自由登记的，啊，就是大体讨论跟逐条，啊，逐条也没几条嘛，哦，那是不是大家来分配一下那个发言的人次的问题，好，以上，谢谢，啊，等一下再来处理礼拜五的了，好。一条几条？散会上来再看，就是这几个建议。这个不是啊，马上就开始。建议那个了，大体讨论看是不是三三一一的五条。三个字是怎么样嘛？到三个字就好了。这是小党先读的。三四五六，好，那这样啊，我这样的哈，我就说明
就练一下，然后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把它确定这样哈，把它就决定。第一点就是明天早上10:30开，10:30开会。那这样让各党团可以动员，有动员的时间。这可以吗？可以的，就没有问题了哈。10:30开会，好，明天。那第二点，10:30，我们就各党团推派代表发言，进行广泛讨论。原则上，各党团推派3人，轮流交叉，依时众国民顺序发言，就是以小党优先。那就没有问题哈。这就广泛讨论，广泛讨论，就是大力讨论。那就那这样就12人嘞。对，然后就是差不多是12人，然后是40分钟。好，这个就这样，每党3人嘛，每个党3人。12个。12个。大力询答几分钟？一个人3分钟。3分钟。40分钟。大力询答了，最多3个了，那可以比较少了。好。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哈。再来，依序进行逐条条文之表决处理。一，也是时代力量、民众党、国民党、民进党及行政院M版都顺序进行表决。各党可以提版本，可以提修正版来表决。对，就小党先表决了。对，就小党所提的案就先表决。好，这个是第三点哈。那个逐条就不发言了，对，不要发言，就直接表决。还要发言吗？有没有几条了？逐条还是发言嘛？逐条发言，那就逐条。啊，说11条，比方说11条再发言就好了。就11条发言了，其他不要发言。不要紧啦，每一条都发言的无所谓了，好好，好了，可以。11条是吧？10条啊，就不要保留，不要表决，直接就发言。来，有10条左右。院长，我建议一下，好吧？来，92、93。来，今晚总共几条哈？条了10条了。不管了，好。假如是这样，有坚持要表决拿出来，民众党有坚持要表决拿出来嘛，好。那国民党就整合一个版本嘛，哈，整合一个版本嘛，好嘞，哈。那么民进党有版本嘛？对，行政版有修正，哦，那就总共也有行政版，也有民进党的修正案。那每一条要几个发言？大家现在讲好就好，过去是3个吧？越久不越？21吧。221，好，就221可以吗？逐条就21啦。逐条一。那上次怎么221嘛？上次21啊。官都二嘛，天哪。没有，可以的，21好不好？就是时代力量跟那个民众党各一啦，啊，你们两个都二，他们也可以不换，对于，哦，他没有，他自己没有修正，他就不必换，那个是载一嘛，对，所以逐条是21啦，好不好？啊，别人条件不必不，可以都可以，对，一个人。别人条你要不要发言都当自己斟酌了哈。好，那就逐条。21。逐条发言211。那然后逐条表决，就这样哎。好，小党优先嘛哈。小党优先。好来，那剩下一个哈。那再下来就。还有一个。完成立后不复决，不复议。不复议。第四点就是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我们就不复议。那明天就不处理其他的临时提案，就单纯处理纾困条例修正案这样。好，那我是那现在剩下一个问题了哈，针对这个，就是说各党的版本什么时候拿出来？哦，我们现在拿出来，现在你可以定案了。啊，定案了。那只是这么多吗？例如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剩下，因为第7条跟8之1都不予处理嘛，好，那剩下9之1是不是？等一下，请机关再处理。哦，对对对，9之1啦，啊，还有一个11条，我们就是9之1跟11条，哎，啊，九之一这个，我们也有，对，
我们是也有做一个附带决议啦。那是九之一的部分，就针对外国人的这个部分哈，等一下可能要请机关来说明一下哈。那十一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立法院报经立法院同意之后再编预算。哎，那个啊，就一这个版本，那版本和二位。没有看，没关系啊，就不管哪一个党团，就是我们一个时间让他提出来嘛，啊，有，好，那个发言的这个二二一一有，那我要派谁就我们对对对，嘿，不要那一条是曾明忠的，那是在亮九十一，跟刚才有讲就是，每个党如果有两三个意见要整合变成党版，哎，党版，整合一个版本了哈，整合党版。好，我们这个把它整合起来就，秘书长，好的，我们这个把这民众版本的针对这两个条，整合变成国民党。那我们呢？对的，对，就都整合，都整合，这样就会少一点。对啊，这样就少一点了。好，那我们修改那个你们就是整合一条嘛，啊，来，这民的版本，这两个来。另外，如果大家愿意哈，礼拜五就去行预算的报告。今天还有，今天还有。那依照你是九之一、九之二、九三、九四安尼，阿是，我五就对了。到四也没有五吧，哈。啊。那版本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来了。来了，我本不来就好了。没有，没够讲了，明天就上来发言了。啊。没讲了啦。你们跟之前有不同的版本吗？跟上一次协商的有不同版本吗？九之一。对。把它写好嘞。怎么样？十一条。有改的，有修。好。一间的拿出来，哪一个？打开天花板。打开天花板，一样。打开天花板。对，打开天花板那脚，就是只有那脚而已。你这个要讲一下哦。你要突然醒过来，增加一倍，你总要虽然明天表决，但要讲一下。你本来行政院送来2100，睡个午觉变成4200，你要讲清楚啊。什么睡午觉？讲一下。第一天就讲很清楚，从到第一天到现在，那。因为总裁打开天花板那个条文嘛，我们就这两条嘛，我们修正行政院的一个条文，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而已哦。我们就啊九之一，现大家的版本，现明天要表决的版本。不必，好了，我们把那不必再讲了啦。你们院长这样子，我们把程序讲完，好，再来讲版本内容。今天讲完了，好不好？内容一讲讲烂掉了。那这个是那个啦，这个是那个礼拜五的，好，礼拜五我们也来谈啊。哎，对，礼拜五的。这个也讲一下。好，那刚才这个有讲，刚刚是纾困条例的问题。条例，好，那这个，刚才讲的，你们会把它整理？你们是九之一、九二、二九到四嘛？还有十一条。那这个，那现在针对礼拜五的，为什么？我们行政一条，修正版的一条嘛，那实在要两条嘛？对。好，就这样就好了。好，明天版本大家就合个也有字了。好，好，那现在我针对这个是礼拜五的嘛，哈，我来宣读一下好不好？好，宣读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提出来哈。决定事项，各党团同意行政院109年4月23日星期四，如果通过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中心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案。
并送至立法院时，将其列入109年4月24日星期五院会报告事项，并于同日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及相关部会所长列席报告该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6人，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民众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各推派2人进行。未参加党团委员得优先发言。执行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处理办理。议案询答完毕后即交审查，各党员同意不提出复议。上述执行委员名单，请于4月23日星期四下午4点前送到议事处会诊。这样有没有意见？如果行政院有送来，那就是。对，因为下个礼拜是要上面去。你看，好，你看啦。啊？又有话了。是的，跟上次一样。一例的，一块钱。这金额这么大、哦，这个而且一个只有15分钟，对不对？几分钟一个人？几分钟？一个人15分钟啊。对呀、啊。一个15分钟，那才6个、哦，太少了。那不就多加，要多加多少啊？这个情形啊，要多加多少？这一次是加了1500，来啊、哦，上次600，6622嘛哈、哦。那我们请你啊，我们让一位跟你讲、啊，不是不要这样的、啊。要有程度啦，我们才6个，你们6个吧。啊，六位太少啊。啊，你要几位？那一天一定处理完。好，把它写好，我们来那个。那你们8，我们6就好了。10个，你有这么多人吗？你不可以讲2次哦。你拿到给我们了，你讲啊，你讲讲就好嘛。有10个。好。他们10个，我们8个之后占给他们4个，就16、33啊。你还给哪一个？我那边盖茶几耶。我给哪个？你们可以自由参选。好。你们可以10个，那他们还是维持6个嘛，好不好？10个，那他们还是维持6个。你呢？我一个。啊，是。你还是这边，你们还是这边决定还是照比例的，啊，人家可以伸缩，比如说你不要写在这里。啊，这边你也是写三，你找到可能会共同的那个地方。巡查结束了，复委不复议了。他修改一下，修改一下。你念那一张的。好，那接下来我再。那我针对这个我们立法院党团协商的结论哈，我在这边宣读一下，那大家看大家的意见哈，如果有意见就提出来。我们协商的时间，我就不再念了，要不要念？依照程序，协商就是今天是第，等于第5次嘛哈，那我看这个就不念了哈。异常地点就在异常3楼会议室，协商主题延商行政院函
勤审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九条之一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相关事宜，协商结论，原商共事如附件。第七条、第八条之一时代力量党党团提案，第九条之一行政院提案，第九条之一、第十九条。二、保留条文，委员曾明忠等十九人提案第九条之一、第九条之二、第九条之三、第九条之四、第十一条。三、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如附件。四、本案于109年4月21日星期二院会进行处理时，先进行广泛讨论，以时代力量党党团推派三人，民众党党团推派三人，国民党党团推派三人，民进党党团推派三人，轮流交叉发言。逐条讨论时，非保留部分宣读后均予以通过，保留条文均暂保留，各保留条文院会进行处理前，依时代力量党党团推派一人，民众党党团推派一人，国民党党团推派二人，民进党党团推派一人，轮流交叉发言，顺序授权议事处处理，每人发言时间为三分钟，发言完毕后即依上开党团序进行各该保留条文党团版本之处理。本案完成立法之后，各党团同意不提出复议，当任不处理临时提案。五、本法完成立法后，指调次及援引调次，授权议事人员调整。这个民进党这边也是二了，写错了，好，因为有笔误了，我在这个部分，我在严肃的部分呢，我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先生，各保留条文，院会进行处理前，依时代力量党党团推派一人，民众党党团推派一人，国民党党团推派二人，民进党党团推派二人，轮流交叉发言。对，这样就对了。好，那个可以中招。对。这改好了。院长。就是我们的九之一应该跟曾委员的是不同的，分开的，好，对，有分开要表决，有，九之一没关系，要表决就表决，不表决就表决一下，九之一，那个各位委员，这个大家都没意见嘛，哈、哦。那礼拜二院长变形以后复委，那下礼拜就赖司法委员当招委，那两天审，看他上次跟一样，两天审查，一天提案，一天处理，这样好不好？两天执行，那对，一天提案处理，两天审查，一天处理，对，差不多。全打。因为其他委员会也想去啊，今天是联席，够了。一天两天好了。两天才够了，那么两天。上次就两天了。那一个礼拜完以后就，接下去请院长再，接下来礼拜一协商嘛。上次不是三协商完毕以后，你要说再协商，你忘记？170几案。对啊，好。好。委员会再前进。我们大概下个礼拜。一就可以这样。下礼拜再来协商，就不用表了。放好。住委员会以后再协商嘛。不要紧了，都交差不多程序而已。好，大家本于程序原则了，好不好？快一点就好了，已经差不多了。那就是我们那个九之一哈，事实上是可以让机关先讲表示一下意见，说明一下哈。那我们也可以决定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事实上也有一个附带决议啦，哎，
哎，上次不是有请营业署有谈过嘛？内政部有表示过意见嘛？我不了。好，那请副秘书长你来说明看看，来。关于实力的十三案的实力党实力党的九十一。我现在我马上请那个内政部邱市长上来哈。好，是。谁呀？内政部邱市长啊。拢有几点了嘛？啊，拢有几挂案极端的案件啦，好，那就是那看说他那些，因为他上次有说那些极端的案件，他要怎么处理？嗨，是实力九之一提案，没问题。那个邱委员那边的意见哈，所提的主要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在一起在台停居留的一些外国人能够延长停居留时间，万一我们入出国移民法等相关法规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引用第七。哎，太小声，来，对不起，马上靠近一点。好 ，OK。邱委员的意见哈，就是主要是说，目前在台滞留的一些外国人哈，如果在这段时间因为他的合法停留期限到期了，想要延长停居留。那在现行的入出国移民法许可的范围内，那法令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引用第七条的规定，现在特别条例第七条规定为必要之处置，这部分我们内政部完全可以配合来办理，没有问题。OK， 就是说可以引用第七条，应该是说针对尚未断航的国家了，对不对？就是说它是那个七四八施行法同性伴侣，然后在现在的入出国移民法下面哈，就是其实有一块就是针对那个尚未断航的部分，没办法适用到你现在的这个嘛。现在疫情会怎么样，我们都无法去判断嘛。万一这个入出国移民法法定不够，譬如说拘留期限已经超过180天了 ，OK， 法定不够的时候，我们会引用第七条规定 ，OK， 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留在台湾，没问题。好 ，OK， 好，那这样应该没问题。加面了哈，嘿，阿内，面了哈，好，谢谢。好，来，刘委员。我补充问一下内政部，那个陆委会的有关于那个大陆居台人士的部分，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吗？对，各式人等哈。但是他没有断航哦，我们跟那个中国大陆之间还是有五个航点啊。可是针对像武汉的这个部分的话呢？那是从对岸进来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用另类包机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哦。对，不是居台滞留的。如果任何配偶只要是在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那因为跨国人流的移动会造成疫情的一些相关的传染，对，所以我们都会让这个疫情不要扩大，我们都同意让所有现在目前合法停留在台湾的外国人，包括港澳的居民，都继续可以延期停留。所有的人就对了，是，好，要讲清楚哈，因为用的法律有点不太一样。没有分对象，没有分对象。就是超过180天的也一样嘛，哈，是，就是超过180天。现在目前都还没超过了，嗯，对，好。那十三样剩一条吧？十一条。那民众党也十一条吧？各党十一条都有了。都有。好，就这样。进来，好，先到。进来，先签。请大家这个等一下哈，因为协商结论大家正在看哈。
不是要怎么会当反面？再表一次啊！不是要怎么会成为挡板吗？也可以用两个一起，两个都可以来呢。不，然后来急就来不及了。我也分明都不久了，你嘛，这是你的挡板，真的是你的挡板。我先处理好，那我就先处理我的挡板，然后接下来处理我的。因为他送到提案内，他的提案分明都是提案，他们就是内容不一样。对啊，是聊的，还是让他讲？我是不能话整的啊。因为条号一样，但是不一样，那就不要两次啦。哎呀，天哪，你放这里啊？啊，他放这里啊？这个好，条条啊，知道吗？内容不太一样。啊，那就不要两次啦。对啊，我们会处理两次啦。这个针对这个，我这边是有延期的，这个表示有，这个表示有，这个东西是没有被我们以前这个东北，现在有爱。没有，没过脑了。那这边来那也要处理。这个没有问题啦。是啊，九十一要标两次啦。对啊，对啊，我们会处理啊。放心啦，放心啦，我们会处理啊。让你们都表了，其他的都就是不方便。好吧，那九十一表一个好了。好了，好，那表没关系的。也许做，好，你们想要。好，九十一的，我们要的，那这个是在机构。啊，今晚先转。那我们配合一下啊。对，陈曦长是对的，再修正先表吧。大家，现在这个决定事项都已经签了，好，都已经签了。那有没有十点半开会？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没有，我去，这个太快哈，我脑洞有点，那我有点不习惯。好，硬来看看吧。那没代志啊，哦，没代志。那就明天早上十点半开会哈，十点半开会。那其他没有，我们就今天就开会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